调白颜色，调的稍稍浓一点的花一下，加一点点牡丹红，就是淡淡的粉色，刮一刮。已经调一点点牡丹红，一边调笔一边旋转，让这个淡淡的粉色均匀的从笔尖到笔肚有个弧度，这些花淡的花头侧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继续。哦，是一个花心，继续调粉色，已经调一点点牡丹红，好，已经调牡丹红，稍稍多一点点。先说说深一点点。好，现在调到稍稍深一点。
稍稍顺一点点。这里画一个半开的。调的牡丹红，再调点点胭脂，把这个花心这里稍稍加深一点。加一点牡丹红，加一点胭脂，我也先整理一下。这里画一个花苞。小龙墨，我画了一点下，就是花苞，稍稍画一点点就可以了。就是画到这个边。
磨干了以后，就调一点点三青，花蕊点一下，浓浓的，然后调藤黄，加一点点白，藤黄加白，把这个花蕊。颜色要浓一点，放慢一点。花头画完了，下面用淡墨把枝的大概的走向标注一下。这是山绿、藤黄，加一点点花青，画一下，一点点胭脂，把这个包画一下。一页，下面花叶要黄加花青，加一点点淡墨，然后以后刮一下，笔尖调一点点浓墨，调一调，让笔前笔后颜色有一些变化。我们先画这个稍稍淡一点的叶子。调绿色，笔尖调一点点墨，调一调。稍稍多加一点点墨，浓一点。一起画好一组，这样就会叶子有些浓，有些淡。这个是前画的浓一些，这接下来就会淡一点。加一点点浓墨，笔调绿色，加一点点墨，这时候墨色会重一点，笔尖再调浓墨。刚才的墨色要深，这主页有浓有淡，有变化。笔尖沾点水，还是这个刚才这个绿色，调一调会淡一点。笔尖调一点点浓墨，
页，3笔1个页。一条绿色笔尖，挑一点浓墨，这里画一点深的叶子。先沾点水，看一下，就是笔尖沾一点水，点一些淡淡的叶子，然后浓墨，估计这个色呢，要给它稍稍半干，太湿也不好，太干也不好。要把这个深的部分用浓墨把它深的部分叶子用浓墨把它勾完。
然后把这个绿颜色加一点，加在墨里面，啊，一个绿颜色，深深的绿颜色，把这个浅色的叶子勾勒一下，浅的。一条浓墨笔尖条，这个笔给它稍稍干一点，我画这个老干，干干枯枯。把这个老干侧锋用笔，把浓墨边上稍稍，边上的形稍稍勾一下。浓墨也太低，老干。干干枯枯的，你先蘸点水，然后点赭石进去。你也可以调一点绿色，啊，用笔尖调色，然后我们画上面的嫩枝。这个叶的后面。得到。这个是赭石，加一点点淡墨。放一点水，再调成赭石加淡墨，这个颜色就会淡一点。在这里再穿插一点嫩嫩的汁。
然后一点点墨，稍稍点一下。组织就画完，下面再补充一点小枝。纸画完了，然后调一点点曙红，笔尖调，笔尖调一点点胭脂，画花苞，点一点。一个是花苞，一个是嫩枝的头，它也是红颜色的。花蝴蝶，然后一个中等木色，让浓墨，让它的头，眼睛、背、身体、副脚、头，这是一个，然后再画一个。对称图形，给了一点点浓墨，眼睛，不讲，身体，来一点点赭石，把这个墨线。我看一下，
就是加一点点墨，点它的身体。那坐标粘在这个纸板里面，纸板的木线空出来。这个牡丹比较涩，这个蝴蝶兰可以颜色画重一点。已经沾水，一点点水，把它稍稍再染一下。来点三青，往后染。好，笔尖沾点水，淡一点，再往后。然后调一点点朱砂，笔尖浓一点。笔尖浓一点，这个前面稍稍颜色重一点，这个和它融合在一起的地方可以淡一点，要一点点浓浓的山青，点一下。这里是浓浓的。我的蝴蝶画完，下面调一个淡淡的花青，很淡淡，像水一样的笔尖条，用一支大笔把这个下面稍稍点一下啊。这要等它干了以后才能这样染，湿的时候是不能染的，染的这个花型啊、叶型啊全部都跑掉了。